嗨，姐妹们，今天娜姐给你们上新一只浅色的泰迪熊，看一下好看吧？真好看呀，小脸长得像个小娃娃一样哈。是的，它是一只小妹妹，目前呢已经3个多月了。看一下大大的眼睛，黑黑的鼻头，还吐着小舌头呢。天哪，太萌了哈。对，它的毛量也特别好哈，来看一下侧身，毛量是沿着态没有修的，体型超小，来比一下，只有巴掌大。对，再来看一下正脸，长得像个小娃娃一样可爱。姐妹们，如果你们喜欢浅色的泰迪熊妹妹，可以看过来啦。